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店阿伟。今天跟大家介绍这间呢，是那个美和市一栋的二楼。哦，那二楼的话，它比较特别，是因为它的楼地板高，它有6米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等于是说有2层空间可以做使用。那这间总价是1688，电梯2房，虽然是低总价2房，因为它有2层嘛，所以等于是2层的价钱，但是卖你1层的总价。那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话是我们的客厅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进门这边的话，我们这边有做一个鞋柜，然后挂衣服这些都可以。那因为它超高6米，那屋主这边目前这里是设计一个镂空的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个6米较高的空间，蛮舒服的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共用的卫浴，有一套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面我们这个三民路这边。那我们这栋的好处是因为美和市总共16栋，那一栋它是比较靠前面的，所以它离那个小碧潭捷运站比较近，大概走5分钟就可以到。那你如果要买东西的话，三民路这边直接切出去，哦，那边有超商、全联都有，所以生活机能是蛮好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那像它这个收纳也做蛮多，像它这个下面这里。这边都有做一些收纳，收纳都有。好，然后这边餐厅，然后我们这个也是用天然瓦斯，标准的厨具。那这边有一个阳台，也还算蛮大，好，放洗衣机啊，晾衣服，都可以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这边楼梯下面这里也有做一个储藏室，我可以做一些收纳。那我们去楼上看一下。那它这边这个楼梯这里，它也有做收纳哦，所以它这间房子其实收纳做的。好，那我们上楼。那因为它挑高6米，所以这边的话人都站得起来，它不会有压迫感。对，然后这间是主卧室，我可以直接刚刚看过来那个调控的地方。对，都有对外窗。Okay， 然后这一间的话是次卧室，哦，柜子这边也都有做。那因为它的夹层没有盖满，所以可以再根据自己的需求，然后去做空间上的规划。那它这个的话是用那种比较坚固的那种 C 型钢，哦，所以你踩下来的话，其实声音不会太大，是蛮坚固的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总价2000万内，其实你要找电梯2房也不好找。那这个总价1688，然后又给你双倍的空间，好，然后美和市的公司也非常完善，就是游泳池啊、SPA、健身房、游泳池，静态、动态的都有。对，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赶快跟新店阿伟联络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